我是管事小凤。不知不觉啊，又到了吃饭点了。我们人啊不吃没事，但那个猪啊跟那个鸭啊一定要吃，不能饿到他们了，因为现在正是他们长身体发育的时候，一餐不喂啊会瘦2到3斤。所以说啊，我为了这个猪啊鸭啊能每天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啊，我要每天每餐都准时喂，不然的话等一下我姐知道又不知道怎么收拾我了。所以说啊，我一刻都不敢耽误，一到了喂猪喂鸭的点我就主动下来喂猪喂鸭了，不然的话饿到他们就麻烦了。现在去看一下那个猪都没听到叫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没饿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姐来喂了，上去看一下吧。平时啊走到这里的时候哇哇哇哇在这叫了，今天啊都没有看到有叫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还是我姐还有我姐夫来喂了，去看一下吧，都没听到叫，奇怪了，怎么都不叫呢？哇，这个老母猪在这里，这个老母猪也不叫哦，一直睡在这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没饿，应该是我姐他们来喂了，不然的话它会叫了。到了这个点了，现在都是晚上的6点多了，6点半了，平时啊这个点的时候啊，它都饿得不得了了，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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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饿不饿就不喂你了，我上去喂你儿子了。好安静啊，好奇怪，怎么都不叫嘞？平时这个点的时候哇哇哇的叫了，那个老母猪也是不叫，这里的小猪也是。关机了？不应该啊，全部都关机了。再给我姐夫看一下。今天想重建一个时光，一起去浪漫的地方，还有经历3000四季的生活。我姐夫也不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那些猪呢？我那十几个猪呢？他们跑到哪里去了？我那几个十几个猪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？昨天我来喂的时候呀，哇，那怎么今天全部都不见了？我到底去哪里了？我明明昨天晚上来喂的时候还在的，半夜起来的时候也全部都在的。我在哪里了？我那些猪到底？他们也不接电话，他到底在哪里了？这些猪，啊，这是亏大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我姐怎么回事啊？一直都不接电话，我姐夫也是，这些猪都不见了，十几个猪，那亏大了，养这么大了，辛辛苦苦养了几个月了，怎么会突然间就不见了呢？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半夜时候我起来看，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到底怎么都不见了？怎么都不见了？我到底跑哪里去了？这个猪栏这里清了干干净净的，这里也是，猪也不见了，猪死都没有了，也不知道这猪跑哪里去了，突然间就不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猪呢？我的猪呢？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我的猪呢？我的猪跑哪里去了？我姐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还关机了手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怎么都关机了？到底跑哪里去了？上面有没有啊？在上面那些猪栏呢？都没看到有。现在。只看到这个老母猪在这里，自己一个人在这里，他那些儿子啊小孩都不见了，因为那些猪仔就是这个老母猪生的，就是这个老母猪生的。我现在看一下其他猪栏还有没有，这个呢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我那些猪现在我很着急啊，打我姐电话也不接，这个也没有，看一下这两个猪栏也没有，
这里也没有，这里呢都没有，都没有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哼，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我这些猪跑哪里去了？这里也没有，看它在不在这个小的房子里面。哼，这里也没有，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所有的猪都不见了，只有这个老母猪。上面那几个猪栏我也找了，然后上面这几个猪栏我也找了，包括上面那个房子我也找了，全部都不见了。这下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姐交代了。打我姐电话，我姐呢也不接，关机，肯定是她上班了，手机没电了，或者不方便接电话。打我姐夫的，我姐夫也不接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山里面干活，没有信号。反正啊，现在猪就是不见了。这下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姐交代了，怎么跟她说了，因为这个猪啊是我守的。你知道你的儿子去哪里了吗？他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你那些小孩去哪里了吗？他也不知道。这是真的惨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亏损这么多，十几个猪加加起来应该也不少损失，毕竟出钱出力了，人工什么物力都在这里了，说不见就不见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，都不见了，在哪里了？到底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看到？我再下去找一下吧，这里没有，全部都找完了。